哦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那个资源都已经又收集齐了，然后可以下一个了。不过为什么这些的营收一直这么多人出啊？煤矿跟铁矿，真不懂大家玩这么凶哎，真的。他的东西都很多人买吗？有点好奇耶。煤矿跟铁矿是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留一个位置给那个我们留一个位置给冰原巨兽，因为它这个就是跟帝国崛起一样要集结，而且它会给你钻石，所以你们集结一定要先等60分钟。然后呢，对，我觉得我资源就拿去训练太多兵了啦，难怪我现在没什么资源。